不好意思，大概年纪最大的妈妈所致哈，这里有一个福利哈，你就把你俩在家给你女儿更倒霉的挡风玻璃就可以停那个粉红色的格子。哦好。一次成功，哎不对哦，第一次前中奖，赶快收起来。好吧，恭喜了，这是我花过我人生第一次，应该没有在年纪比较大的了哈。比你大我可能不敢接的，因为你的过程除非安全生下来，你的身体健康，就高血压糖尿病我还是担心，尤其是高血压哈。好，祝你一路顺风，到生产都不要有波折。你到现在都没有流血嘛，很 OK。 好，等一下我们张家姐会跟你讲一些注意事项，下次你就带这本妈妈手册，这本你现在是台湾全国里面妈妈手册年纪最大的持有者。好，恭喜。好，谢谢蔡医生。我就我应该有看到了，我看到了。所以他月经是真正没有出来的，对。有听到吗？我都跟病人说，这个比天上的仙乐还好听。恭喜第三关过了，哇，62岁了哦，你快要62岁生日了哈、哦。这是你62岁生日的最好的礼物。好。